看亮亮 TV， 我是亮亮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怎么自己做泡澡钉。现在我要介绍材料了哦，这是小苏打粉，这个是柠檬酸，这个是太白粉。我们有水，还有体重机，还有做果冻的模型。自己家里有什么模型都可以拿来做哦，还有两个大碗公，还有精油，你喜欢什么味道都可以拿来用哦。还有食用色素，只能加一点点，不能加太多，加太多的话会太深。加一点点会很漂亮。好，我们开始做吧。加入小苏打粉、柠檬酸、太白粉，混合均匀。一边用喷雾喷水，一边搅拌。如果你只有一种精油，现在就可以加。我捏捏看，不会散开的话就成功了。我今天要用四个颜色，所以我用四等份，四个碗。现在要加颜色喽。每个碗滴不同颜色，记得不要滴太多哦。要开始装模型喽，要一边压一边装。要脱模的时候才不会散开来。你看，做好了。还有第二个，你看漂亮吗？下面也有。我们要放直到每一天才能用哦。大家，你看，可以脱模了，我们来脱模吧。我现在要来用泡澡钉喽，我有三个，我要先用这个。